Hello， 早晨，早晨啊，咁多位，大家好，哇，好好有中氣喎，今日係啊，今日精神啊，點解咧？上唔係因為今日諗咧，諗起今日要講啲乜嘢，諗下，哇，原來上個禮拜發生好多事，星期五嘅時候，第一啦，要翻工啦，係啦，係啦。系啊，呢样嘢已经好大镬啦！大镬真系呢个，系系系，真系嘅，即系顺住落嘅。一收市左右啦，就美团出业绩，跟住咧话哇，好过预期啊！系，跟住咧，讲紧个业绩系收入按年增长16.4%，咁啊，去到509亿，然之后咧仲话嗰个亏损大幅收窄啊嘛，系，好啦，输少咗好多啦，输少咗好多啊！呢个第一件事先。第二件事咧，突然之間同大家講啊，中美簽咗個會計底稿嘅嗰個協議達成到，好啦，都未止喎，這個都唔係一個嗰個協議係，OK， 繼續先，繼續先，費事係啦，唔係因為其實因為咁嘅出咗嗰個 news 之後咧，美股同夜期咧係即刻爆到上去20,500点嘅，係啦，即係個市場係好消息嘅，覺得係。咁跟住啦，美元，跟住夜晚再夜啲咧，鲍威尔放大鹰，然之后美股啊由头怼到尾咯，夜晚。所以上个礼拜我谂翻，即系谂翻起上个礼拜五嘅时候，好彩早啲瞓，同埋少啲去即系搞指数啊，或者入市咁样啦。因为如果你系面对呢个市况咧，即系大咁样大起大跌法咧，即系少啲望小阵啊，都顶唔顺。咁啊，今日我哋可以讲下只美团先啦。始终只美团，即系大家之前都同大家讲话，成日市场都冇乜期望噶啦，结果就冇期望之下出份业绩话好过预期，咁就升咗咯。即系 ADR。咁啊，问下大佬啦，即系呢份美团嘅业绩，即系我哋之前一路都话喂，其实啲即系。業務啊，例如社區團購嗰啲咧，其實燒錢噶嘛。係，其實到而家雖然大幅收窄啫嗰個虧損，但係咧都蝕緊錢啊嘛。係，咁其實嗰個睇法會唔會即係都係繼續睇淡呢只嘢咧？其實即係盡可能撳翻份業績出嚟睇啦。係咯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要翻歐，其實佢係喺邊度？多咗啊條數，係咁啊！如果唔係話啊，可能其實社區團購冇多到嘅，就是、因為大家都要唔出得街，所以賺多係轉一轉點樣嚟啊？係咁，你先可以知道條數點睇啦。咁啊，我哋撳下先，撳下先咯。係啊，反正你得即係得依個。系啊，呢只重点啲啦，其他嗰啲都系一啲新闻嘅嘅嘢啦。系啊，咁同业绩都系睇对比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同比变啊，收入16.4%，啱啱提到啦。其实第一版已经讲咗俾你听啦。咁啊，期内亏损嘅话，其实同比系66.7%，即系 which is 啊。蝕少咗，係啦，經營虧損84.8%，係咁啊！睇完齋依個大數咧，其實某程度其實大家睇個睇條數啦，係咁啊！好多時佢都係啦，有啲人係比較唔 sensitive 啊嘛，對數字敏感，我成日都講啦，佢係有一版係用中文，我話翻俾佢聽究竟發生嘅咩事，係啊，大家可以。看下啦，咁當然啦，裏邊太多嘢啦，咁啊，我哋就純粹去睇翻，其實主要收入係咩？咁啊，如果你睇嘅話，其實一眼望，其實你就知道配送服務同埋佣金，咁啊，最主要都係啲marketing 啊，sales 啊，即係用佢個 apps 買嘢嘅。你送餐又要俾錢，即係你享用個餐咗又要俾錢，就係呢個配送服務啦。佣金就係透過佢 apps 買佢商品，即係平台費嗰啲啦，平台費啊嗰啲咁嘅嘢。其實最主要就係呢樣嘢。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想你
啲餐賣得好啲咧，佢又有 marketing 俾你嘅。係，即係一 set 呢個就係平台主要收入嚟。通常平台都係平衡賣同賣方加賣方嘅 marketing 嘅 service 依三點。係。咁如果咁睇嘅話，其實你見到條數已經喺曬度嘅，係啊。咁啊，再計嘅話，其實你看到其他嗰啲銷售成本啦，依堆咁嘅嘢啦，係咁啊，跌咗個數未係咩咁咯？跟住其實都睇到一啲大行報告嘅，其實都兩眼點咧，佢哋會就好似大佬頭先咁講啦，啲平台嘢咁樣，咁啲大行咧就話喂，美團優選同埋呢個美團嘅買菜，咁咧。嗰、那個零售業務咧，嗰、那個收入增長咧係超過40%，係幾喜出望外嘅對佢嚟講。然之後咧就都預計啦，即係呢兩樣嘢啦，即係平台會係繼續係美團一個新嘅增長推動器。咁咧仲有啲報告咧就講話咧原來美團咧而家係有281隻公募基金持有嘅。咁咧，嗰持倉市值咧，大約係330億左右。咁啊話統計去睇啦，話無論喺個持倉嘅一個公募基金嘅數目啦，同埋嗰個市值咧，都較第一季咧係增加咗一倍。即係跌落嚟嘅時候，佢話原來啲公募基金係咁數，係啊，即係變咗會唔會即係大陸都有錢啦，買下啦咁樣，即係頂得住個價啦咁樣。係，其實有錢入就得㗎啦，冇錢入嘅話頂咩啊？即係講完，其實就係公募基金就頂咯。即係老實講，又係嗰句啦。唔好話就係香港啦，加埋內地市場，做咩股票可以買啊？即係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只係買前景。我唔係話買阿里巴巴或者買700，因為嗰啲好 stable and post stable， 慢慢減弱啊。係即係佢嘅即係嗰個遞增嗰個係實體生意。係你見到700轉咗 marketing 啦，慢慢減。經濟不好減，9988就更加唔使講啦，係俾內地啲同行分屍啊嘛。係，我之前都講過，我哋都3690可以點咧？3690就係 up trend。咁你其實最主要睇啊嘛，係咩咧？就係佢嘅活躍商家個數目啊。係。其實交易用戶數目，我覺得唔係太使睇，因為其實都好穩定。好穩定嘅。係啊。咁啊，要用嘅就會用啦。是的，其實反而要看就是好像你剛才所說，其實 key 在哪裡呢？就是他那些開始的購物平台的商戶多了，即是商品多了，就會吸引多了用戶了。所以這些你看到他如果保持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，但問題就是永遠這些平台再延伸下去呢，就是只不過是他的 service 的服務種類啊，越嚟越增加多，即係越搲越多，更類似生意，跟住令到自己嘅生意圈變大啊嘛。係咯。咁所以如果依個 keep 得可以有一個穩定嘅增長，其實係正嘅。咁另外每年平均交易其實你按比嘅話都有增長，咁其實依樣嘢唔難理解啊。COVID 勁咗，上年都冇封，今年今年一封就。喂，唔可以唔買外賣啦，係咪啊？係買餸，因為佢仲有個服務成買餸啊嘛，係啊。所以依啲係針對疫情做嘅嚟啊，佢係。咁所以 Riches 都係，但係問題就係你要諗就係做完依度，再做啲咩咧？係 Covid 好咗又點咧？即係依個就係牽涉政府嘅政策啦。係，即係你長期清零係咪？長期呢，長期就長期利好咯。如果突然間唔長期啦，因為而家有風吹話要內地放寬啊嘛，因為已經開始係知道即係清唔到嘛。係係啊，清零係一個口號。係啦，其實都睇其他行業咧，都有啲嘉賓都講到話，喂，其實見到早排咧，咪話三大航空咧，即係都去買空中巴士咧。即係可能部署緊下年真係差唔多都要開噶啦，關嗰啲嘢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咁其實都幾大機會喎，下年。係，其實很我覺得都係啦，因為其實最主要都係冇計。冇計。即係諗完之後，借得兩個字冇計。係。你有咩計？
真系冇嘅，冇计，真系冇嘅，都冇开啊！系啊，真系冇。即系去到某程度就系，总之一开其实一习以为常啦。啊，成日都讲啦，香港其实大家见到啊，即系已经唔关股票事啊。嗯，你啊，大家见到一啊，我哋第N 波疫情啦，而家第六波啦，第六波之前嗰几波咧都禁过啊嘛，系一禁完啲消费就反弹，系噶，因为点解？你上个星期咪有单新闻嘅，叫鸡毛夺安心出行啊嘛，系咩？我冇睇添，你唔留意呢啲啊？我唔留意嘅，讲问你咯，系啊，唔系佢就因为咩雷霆数月啦，即系都系嗰啲警察行动啦，系就好搞笑，因为我俾个标题呃咗入去睇，系佢 exactly 就系话，咦啊照计原来都要安咁安心出行，如果唔系每人罚一万嗰啲咁嘅嘢，跟住我就揿落去，咦原来系即系你正常，我谂大家即系我唔系我。我就真的冇咩嘅，冇咩，唔係太需要依啲嘅，係啦。但係佢叫雞你，你原來要啲安心出行嘅，我而家先知道。跟住話嗰啲咩啊，一棟嗰啲啦，富士大廈啊、富士山啊嗰啲咧，咩嚟嘅？唔好玩啦，我都知道，大佬。Colin 知唔知啊？知唔知啊？富士山係咩嚟啊？銅鑼灣。哇，唔系啊！唔知啊，我哋真咧嗱，富士山有栋嗰啲叫咩一楼一，成栋都系街道俾人扫过几次啊，好出名噶。系咁个里边嗰位任业大王就系成栋拥咗，跟住就拆咗嚟做一楼一啦嘛、哦。大生意嗰阵时咪有专题报道咯。香港其实有几笪地方就系啲大业主系啦，将佢劏 Q 晒成栋买，跟住劏 Q 晒，跟住租出去嘛。因為租一間房，因為本身做一樓一，你冇計，你要妥善嘅保護噶嘛，咁咪好集中咯。咁啊個尺價就好，可以收好貴啊，所以係一個大生意嚟。即係一年可能收十幾厘。嗯，即係當然唔係講一樓一嘅生意，我哋講翻安心出行。係上個星期有單 news 咧 ，Colin 就我哋而家又講一次啦。係喺個你知啊？佢咪雷霆數月係咪叫停雷霆啊？雷霆有啊，有個雨字邊下面一個言字咁樣咯。字啊，定係咩？雷霆咪雷霆個停咯。雷個雷就係雷個雷啦，停就係停咯。係咯，係咯，係啊，就係嗰個咯。跟住就係去叫雞啊嘛，冇奪安心出行。跟住咧，警方就指出咧，其實大家去召記冇所謂嘅，係一來一不犯法嘅，係係啦，但係記得奪安心出行。而家捉佢哋就係冇奪。安心出行咩？冇啊！你一路一唔犯法噶嘛？原来唔系啊，嗰啲位有安要有噶，都要安心出行啊！有噶，咁每一层都有噶。咁佢唔会同你讲话，佢系做嗰个业务，做个宾馆，你都要入啦。系啊，即系你入酒店，你都要夺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嗰意思咯。佢唔系佢试一路一嚟，佢试一路一嚟为一个场地嘅合法经营。系啦，系啦。如果合場地合法經營咧，你係進入呢個處所咧，你要安心出行嘅，係係啦，就係咁咯。係我冇我有冇錯？如果有錯，你講聲俾我聽喎。係咁都俾人發覺到。係 Gary 話：我好熟噶噃。喂，唔係啊，依啲好多人講噶，我啲 friend 成日講啊，係咯。我爭啲你講呢啲，喂，你爭我爭啲以為你想，我啲 friend 成日。唔係，即係會講噶嘛，即係係啊。Gary 話仔實有咯，扮鬼曬嘢咧。扮邊個啊 ？Gary 咧 ？Gary 話我扮鬼曬嘢定話你？佢啊，冇去開唔識佢話。冇去開唔係，我真係唔係點去嘅，唔需要啊。阿 Johnny 話：，佢古 Leo 喺美國三藩市。應該都好中意按摩，係咪啊？你嗰陣時香港好中意按摩，我喺美國冇，因為都係做嘢為主，即係有時間都喺屋企 hea 咁啊。都唔係嘅，即係你做嘢為主嘅話，有陣時就算冇嘢做，都可能諗緊嘢啦。唔係冇，因為你唔會知道喎。嗯。啊，邊度有啲咁場所啊？即係我正骨又好，邪骨又好啦。美國你唔會知啊，即係我接觸開嘅嘢，可能係大多數時間都工作緊。咁你咪好少時間去嚟咯。喂，如果真係
有啲咩翻屋企打飛機啊？唔係，但係調翻轉咁講，其實即係我未喺美國生活過啦。其實嗰邊多唔多按摩嘅？即係其實呢樣嘢喺美國係你睇啊東張西望都知啦。係呃啲人唔係或者自己就過去 working holiday， 跟住 end up 去咗骨牆揼柴骨啊嘛。係嘅咩？東州都有講啊，以前一周都有賣啊。是咩？嚇、啊！你唔知道啊？唔知道啊？係我無知，唔係係你無知定係我知得太多？定大家其實都知道啊？係咯，大家冇喂，大家唔好扮嘢喎！真係，唉，哇！大家即係講起呢啲嘢咧，出曬嚟。美國興脱衣舞，係啊係啊。我嗰啲相都睇過，係。Johnny知啦，係咯。讀完唔係佢係佢啲，我諗 Johnny 都知喺 Bowery 嗰度有啲 super 就係跳脱衣舞，同埋有啲係入 quarter 入嗰啲錢硬幣，跟住有個槍俾你睇嘅。哦，我知啊，知啊，知嗰啲咯，嗰啲紅燈區都係依啲咁。其實而家越南啊，即係東南亞有啲國家都跟玩呢一隻咯，即係有個箱咁樣咧，係你就咁樣有塊大玻璃，然之後有好啲霓虹燈咧影住條。你香港唔識，越南你又識，唔係我唔係東南亞出名好多，你香港都唔會話有個 boss 咁樣，係咪先？可能要換 partner， 好開藝呢條。早晨啊，大家，早晨啊，早晨啊，咁啊，3090啦，啱啱其實都有個 conclusion 啦，我哋都講到其實就係好 depends on 個疫情啦，咁短期嘅。增長你見到其實就係好 strong 嘅，因為疫情佢係 telemake， 因為疫情 telemake 咗啲生意去做。咁呢樣嘢其實冇啊，你其實一定係短期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增長。呢樣佢食正咗咯，即係識得揾位攝咯，起碼。係。咁啊，Omicron。Omicron。係啊，呢個中文名。哦 ，OK， 明白，學到嘢。系啦，咁冇喎，其實就係咁啫喎，即係其實佢最主要就係多咗依 part 咯。係，但係如果你再講嘅話，其實蝕少咗，就係因為多咗依啲生意做咯。嗯嗯，所以其實好 depends on 個疫情啊，真係。係，咁啊，而家盤前咧就只美團就升緊4% 啦，4.5%，係啊，4% 仲有就190蚊。係啊，咁一陣間可以留意一下啦，今日應該都夾一夾噶啦。但係好似啱啱鄭仁所講，美國上個星期跌得咁勁，其實都勁啊，成千點喎。呢個道指跟住標普咧，其實全部都3-4% 啦，其實。加埋大成交，掉掉地貨咁喎，即係其實佢哋嗰邊就氣氛差咯。總之就因為同埋鮑威爾都講到啦，一個話未來啦，應該都會維持翻嗰個高息啊個環境，咁啊會對家庭同埋企業咧嗰個負擔咧係會繼續增大嘅。咁啊，大家都呢鑊就突然間 take serious 咗啦！之前大家都知啊，其實 CPI 一路喺高位，但係咧啲十年債息啊嗰啲咧就慢慢回落，好似就同大家講話，我唔信聯儲局有決心去加息噶啦，仲要下年減息添。但係咧一去到鮑威爾講嘢之前咧，突然之間大家好似好醒覺喎，原來真係會出現呢、這個大手加息嘅咁樣，突然之間醒覺咗咁樣，咁之前就美股嘅反彈咧就係大家都搏懵咯，係啊，即係趁有個空窗期啦，即係大家搏懵炒起咗先咯，其實都好正常咯，係，即係講真，喂，唔係有你冧落去嘅，即係大户做嘢，係，喂，揾到空位，呢啲叫揾空位嘅。钳一钳先咯，唔会系嗱，我成日都觉得个市系咁嘅，即系我自己睇法，可能大家觉得屌呢条鸠盒，但系问题就系真系有无形之手嘅，即系有大户，有系永远都系啊，一有空档咧，大户就俾个方向出嚟。系当然啦，大户可以控制嘅嘢就系唔止净系钱啦，唔系股价啦 ，media 都系控制埋，系即系唔系跑威尔行出嚟讲，系好多 noise 啊，一定系喂升够啦。回啦，彈啦，仲升，但系 end up 其實大家要知道，而家個油價都在高位，係講完啦，係啦，沙地減產啦，係啊，係啊，
即係升咗60%油價，係啊，都繼續減產，都繼續減產，即係咩啊？焗 Q 死美國，係啊，佢真係擺明擺明玩嘢嘅，擺明玩嘢，擺明玩嘢，係啊。咁你見到歐洲其實喂唔使睇啦，唔係當然你話係咪？做好像之前升得那麼厲害就不是的，的確 CPI 是受控的，但問題現在不是要受控，現在要回落，是的，喂受控即還是高位，受控還是高位，你再拿東西現在要回落，是那是兩件事，所以其實 都一定這樣，是的。那還有現在英國呢有些、經濟學家都說預計下年的 CPI 呢去到 18%，嗯，因為人工啦，即係而家連大律師啊，即係美國英國嗰邊啦，即係一啲做刑事嘅打刑事嘅律師咧，都話要求加薪兩成幾。嗯，咁啊全面要求加薪啦，咁啊呢樣嘢就可能令到 CPI 即係下年都一加薪有冇得減？係啊，可以減咩？但係唔係可以嘅，但係係啊，理論上即係好似港鐵可減、啊、可減機制。慢慢咯，有冇減過？其實都冇，整體嚟講係冇嘅，係從來未減過嘅，從來未減過，有 freeze 過，係係啦，但係從來未減過，係啊，唔會減啊！喂，講真，除非好惡劣啦，即係惡劣到係、喂死啦，減唔減？唔減又大家一齊攬就炒，咁可能有啲情況港鐵做即係好似293咁樣，係喂。之前咁樣蝕幾百億啊，兩三年疫情唔減，唔係減啊，清添噶啦，人哋係有政府懟幾百億落去，叫晾得住，睇下等到幾時啊？即係咁咪有呢種情況咯。嗯，但係正常嚟講，嗰邊嘅公營又有工會又有剩，一加咗啦，你又炒人難，即係各派都有工會嘅，但係都唔使傾。係啊。其實都惡性循環嚟嘅，因為除了加人工嗰 part 啦，即係回唔落啦。係。如果在呢個情況之下，一間公司好正路就咪轉嫁俾消費者咯。係㗎。即係服務同商品都要加翻轉頭。就是 CPI 咯。係又嚟個 CPI 咯。就是 CPI。係啊。你冇啊，其實依樣嘢好正常。當你去到10% CPI， 點唔加人工咧？即係點？如果你有理會。即係大家都會啦，即係都會爭取一下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問題就係、是，好啊，俾你爭取到，我跟住另外一 part 係咩啊 ？OK， 加完啦，咁我就要減曬人手。係。係啦，咁就裁員啦。係。係啦，加 10% 我又裁 10% 嘅人手。係。補足翻，咁其實 end up 咪慢慢 cool down 咗經濟咯，因為多咗人失業咯。嗯嗯。不過都惡性循環，工都係一個唔好嘅事，話俾你聽。係，開咗話個期指嗰度好快啊，穿翻兩萬點落去，仲諗住佢有得企下喺兩萬點樓上。都難啲啦，美國咁回。係咯。其實你今日好多都要回啊，尤其是之前彈得勁嗰啲 tech 股咧，係都係要睇睇。睇下先，而家騰訊就跌緊1.1%啦，跟住阿里巴巴就持平啦。京東升喎，最叻都係3690，係咁啦，即係個市係咯，係咯。咁啊，大家轉個頭就 take a break 先咯。咁啊，轉頭翻嚟小珍就會同大家 cover 大市噶啦。好啦，好啊，take a break 先啦，一陣見啦。好，一陣見，拜拜。